你把这个新买的净化器包装拆了。莲花，不是，我是他助理，他让我下来接你。助理，啊，就快到了。欣欣，你怎么自己下来了？我怕待会儿有人觉得我太大牌了，所以下来也接一下啊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10年。差不多。